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位白藤公主要与七个疼痛杀人出国。出国前的他们都是怎么过的呢？整理好了，在十分钟就要去机场了，马上来传讯息问一下疼痛杀人们都准备好了没？工作做不完，行李还没有准备，我头好痛哦。我的好姐妹今天刚好来，好不舒服哦，公主。为了回来考试可以顺利，读书读的肩颈好酸痛哦。我就算牙痛，还是可以吃很多好吃的吧。怎么办？谁可以拯救我们？啊，我知道了。喂，白藤王子，我的疼痛们都很不舒服，你有没有办法？你们需要的东西是普拿藤止痛加强定，服用普拿藤止痛加强定，让疼痛远离你。十分钟开始作用，有效缓解十种疼痛，当中就包括头痛、牙痛、月经痛、咽喉痛、腰酸背痛、肩颈酸痛、发烧等等，药性温和，空腹时也不刺激胃，24小时排出体外，让你没烦恼。哎，疼痛很小矮人，你们要出国喽？你们有没有？知道啦，王子，我们有带普拿藤止痛加强定，十分钟开始作用，有效缓解疼痛，就可以快乐出国啦，对不对，疼痛？走吧。早安，现在来到了员工旅游，耶！今年我们要出发去韩国首尔，而且是由我们票选出来的。我跟你讲，那个票选归票选，最后决定还是我啊、哦，有这样子啊、哦。而且呢，我今天发现了一个小心机哦。什么小心机呢？大家的机场 look， 女生，我们家女孩儿，你有化妆吗？觉得不好看吗？不是，因为比起他旁边的这位，你怎么了？这是你上班到现在我第一次看到你化全妆哎，对吧？我上班第一次看到他化全妆哎，对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，知道吗？今天的主题就是跟去年一样，我们在整趟5天4夜的旅程当中呢，我们在不定时的颁发莫名其妙奖。你要不要先讲奖金？奖金吗？对啊，奖金就是一次就是60000韩元啊。6万台币，怎么怎么了？这是多渴望，还不错啦。好，那我们来问一下，有没有人昨天没睡觉的？你昨天直接彻夜没睡吗？哇，对啊，哎，不是问 ，Oh my god， 我怕我睡过头啊，我怕睡过头，还化妆，还化妆，恭喜他了，恭喜他，恭喜你今天一整天都会可能很累，对，没有奖项，来，我们准备去录镜喽，谢谢。哎哎，礼貌礼貌呢、啊？那就是跟你们讲的还没讲。啊，笑笑我。我们到达首尔了，哎呦，一来就直接捕捉你打哈欠的画面，太赞了！看看我手上是什么 ，money money money。你再继续讲那么小声啊！我跟你讲，根本没听。大家应该手机刚刚都有网络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我们现在要来颁奖了，最佳宝贝奖。不论你是妈宝还是男女朋友的宝，有没有人有宝贝的？第一个最宝贝，但不一定是你先哦。我们来比时间。就是说韩国时间吗？就是什么韩国时间？韩国时间，台湾时间，你也不是最快的啊！阿爸，你要不要考美第二大？1230，1230，1230，还有吗？1250呗，1250，1231，1230。再我看一下，谁？还有更快的吗？还有更快？我还没有小孩，逃跑！不行不行不行！好的，那我们来发奖金。哎、欸，1228真的蛮早的，因为我们报备也是1228，马上报备给女友来啦，奖金。那是报报备不是报备，那有那种有另外一半，然后不用报备那种是怎么回事？赞，好啦，哦，你有。晚了1分钟而已。我们马上要去搭地铁去 check in 我们的饭店了 ，Let's go。其实我没有叫他们排排站，我不知道我怎么突然就排队起来。
啊，我们到达宏大了，而且没有想象中冷哎，对不对？上次我们来的时候是冷到那个眼睫毛结冰，那我们现在就要各自去各自的住宿。来，我们现在已经到饭店了。你知道刚刚在我们过来的路上，有一个韩国的女生，她这样从旁边经过，然后她这样走。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睡四天的房，有浴缸啊！我的爱，浴缸是我的救赎。那我现在要做一件事情，干嘛？我好饿。饿了吧？终于，终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才会真快饿死。你说怎么还不来？不爽啊？没有，好久。好久了，不说你再不来，他就要走了。要不要一起去围着一摊？老板请客吗？老板请客吗？对。走吧。我跟你讲，烫到真的是手不要不要的，快吃快吃，什么快就快点，烫！我快脑中风了我。哦，就是这个味吗？你的脚很好看。你刚刚是这样吗？你刚刚拍照是这样吗？不然你在，你有看到吗？不然在影片。要打码，是帮你打码还是内串打码？内串打码好不好？那再做一次内串打码，不行，烦呢，镜头过去又不讲。哇，怀念的味道。哦，我没吃过啊，所以我想买给你吃。怎么样？是你喜欢的东西吗？还行，肉桂味很重。看喂我，看观众最爱的画面。你又知道，你怎么咬的啦？你看，要洗手哟，我就破。我知道。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哟。你第二发就歪掉，还是很厉害。OK， 我们不干扰你，我们直接等一下看结果。还不错吧？看看你的，我只有 miss 两个啦 ，miss 两个。哇，它还可以粘在店里面呢。那大家之后呢，如果有来到宏大步行街的话，可以来找一下我们的签名哦。哦，干嘛干嘛？奇妙的事情发生在我眼前，我发现的耶。对，你发现？你怎么已经那么锐利？就我们一样在这个街的路口，我们逛街有，我有路，我有路啊。你有路哦？我那时有路，1500。然后现在变2000了，还是我们看不懂韩文有误会？有人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，因为它那个标价真的变2000。对啊。不过我们资讯有错误，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。晚餐我们来吃石头烤肉，耶！但我刚发现了一个熟悉的东西，你知道我发现什么吗？为什么谁把 CT 咖啡带来啊？他们好黄道哦！吃吃看，我刚才吃一个，好吃。很陡啦，妹妹你，我在摸电源，变了。我看你的反应。很陡啦，后电源了，可以。然后跟我说，跟我们说那个很陡。小朋友请勿模仿啊！哦，他骗你。我又不能吃了。你不知道这里可以夹起来吃吗？这我不要笨啊！我来帮那个旁边的小帮手们配音。嗯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来一点那个哦，泡菜啊，这泡菜加进去哦，这样一口塞哦。哎，那嘴巴多大？一口就进去。你不可能听我配音听到笑到直接。我是送味道都要给你 ，Oh my god！ 哦，找我了 ，Judy。哎呀，完食了吗？大家都吃饱了吗？赞赞！今天呢，来到韩国的第一餐由我们老板付钱。耶！谢谢。为什么他们犯错啊？哎，那个这种尴尬场，这种尴尬场的时候不要看。还是换你。因为他们其实今天进来的时候都还没有自己选房间，很不赖耶，这边有3张床哎，好温馨哦，自带的哦。这边有厕所啊？不对，不是，这是房间。房间密码8。怎么了？哇！你怎么一个人1张床？来没？我晚上要出去嗨了。你好，你刚刚是喝了吗？菜菜说，如果他跟别的男生拉近，哎，没什么。
今天在场有一个男性啊，我是女生，没有了。这是谁的房间？我跟雨柔的。哦，那谁睡双人床，谁睡单人床？雨柔跟我。那这是地位的问题吗？没有，胖瘦的问题。胖就要睡大。哎、欸，这边很可爱啊，这边有一个小厨房啊。这边也有。对啊。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就是很奇怪，这边进来之后这边有厨房。什么意思？然后你要看。哇。而且那个门是发生什么事了？这是假门吗？然后晚上你们睡一睡就会有人跑出来，好可怕！这是谁的房间？我和深深，你和深深。哇，好大的厨房，这样在你们房间？它很规范。这是餐厅哎，很帅吧？餐厅哎，然后这里是厕所，这格局很妙。这格局，他们房间里面有一个大厨房。这里面有一个，这里面什么空间啊？对啊，好可怕！这个空间好奇怪，这个有点可怕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们有看到你们的浴室长什么样子吗？有啊，我没有看过，但看起来好。你去看一下，你开个那个开灯，好可怕！哇，对，有厕所的，很可怕哎、欸，里面好可怕。你不要洗澡了、啊，珊珊说她不洗澡，今天没有了，开玩笑的啦。谁？不加盐，我敢看见，不敢让他洗手，就他尿尿吗？你们俩为什么要做一样的动作？啊，我在录 GoPro， 我可以再开一次吗？你是想看？哎，不加盐，不要了，不要了。那我帮你修啊。放什么？很烦，这个是我的痣。然后今天小香在吃饭的时候说，哎、欸，你这边沾到黑黑的东西。然后他现在又在说，你这边怎么黑黑的？这是我的。那个这样快一二三滑走，然后这是我的痣。一二三点痣，这是我的痣。好了，不要再躲了，可以赶快去喝酒吗？谁洗澡？小香，小香在洗澡。小香在洗澡。哎，别上，别洗澡。那他没洗。不过我看得到哎。真的看得到。不要拍一个，不要拍一个。没有，我在里面。那不要加的是狗。哈哈哈哈哈！好透明哦。哎呀！你说没有热水？没有热水？没有热水？没有热水找我干嘛？我看起来像热水吗？我看起来像热水吗？心脏病时间，二三。一二三。他超近哎！我觉得你有点口德哦。哎，这么痛吗？心脏病真的很痛，这样子，心脏好痛。他喝醉酒，31岁。你不要讲出来啦。好的，反正这是第一天，我们跟第一天说晚安，晚安。巴卡巴卡。Hello。来，我们现在是半夜12:10。浴室洗个澡就漏水了，哦，真的是大漏水，是淹水不是漏水。Oh my god！ 哇，卷起来了，卷起来了！什么意思？早安，第二天也太精彩了吧！今天准备头发整个乱掉，我也是。那个不成人形哎，他直接倒哎，太荒谬了。8点，哥没有结合了，希望今天可以多一点在室内。今天我们16个人实在浩浩荡荡的，所以我们只好分开来吃。站着，吃饱才有力气去穿韩服。我们要来穿韩服，来看一下大家。哇，来吧，哥哥，看你穿什么，琳琅满目的。哎、欸，大部分都穿什么颜色啊？哎、欸，我觉得要影片来个转场，我们马上来看一下，车子会变成。噔噔噔噔，哇，你穿完了耶！你要我们站整整齐齐干嘛呢？讲讲讲，毕业照还是什么？哇，对，我帮大家陈列了一些角色。来，请说。哥哥是柿子嘛？那我是柿子。那你站过去啊！还有没有？我是你女儿的那个叔叔，叔叔，叔
叔，淑媛，淑媛，我就是他女儿。哦，开始争论到底该怎么安排名分。是的，母后。母后。所以我是他妈。亲家母，亲家母。然后这个是御膳好大，谢谢啊。然后有一个太监，哎，太监不是，他是南昌，超难听耶，这个不能播。那 Alan 呢？很色的书生，很色的书生。后面那三个呢？这三个是武官，然后会去南昌。然后这边有三个宫女。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是妃，那人家是宫女？啊，我是谁？他是那个啦，世子的好朋友。你会兄弟戏强，你会真世子妃。我会真世。好，反正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就在景福宫，就这样，大家去各自拍自己的韩服照。去喊他，去喊他！啊！来将，你又到发钱时间是不是？有人猜到我们要发什么吗？要做什么事情吗？脚最酸，脚最酸怎么评估？那我们呢就要来看一下谁最自恋。亲自拍的自己的韩服的照片上传到自己的 Instagram。蔡慧珍，蔡慧珍。好，那已经发的人，我们对一下时间，已经是多久？一小时前，是不是很可爱呀、啊？哇！快回答，来做同样姿势。观众回答他可不可爱？不是，怎么 Alan 拍什么？哎呀，动动啊，他拍动动啊。哦，那你知道这个奖项叫什么吗？自恋奖。对呀，自恋奖。53，我是新豪帮我拍的。对。那你该不会是第三名？你为什么发背影啊？你问心好一下，我分享他的心。你这游戏，你看一堆男生根本没进，根本没人在发的。就这样子，我们要搭地铁去哪里？导游，我们要去哪？广藏市场。广藏市场哦，就是我上次吃生章鱼的地方。广藏市场，你在那边整我，你知道吗？我站在那边，我就站在那个路口。来，我们跟大家分散，就是6:30集合。我带你先去吃这些。Thank you。我们说你会喜欢，还行吧，还行吗？还行。它真的是双胞胎，只是它是加了肉桂糯米的，它 Q 的，它就是好吃，没什么，好吃。有吸吗？有吸的感觉吗？有啊，喜欢吗？你喜欢的，还不错呀。好赞！啊，好痛啊！好痛啊！好痛啊！整容整容，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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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们那天在宏大吃完全不一样。上次那个比较像是那种脆皮空壳，对，但是是有那种扎实感的。你要说话，我自己会这个大鱼麻花。哦。小心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个，它会有猪肝、猪心、无味不味。那我吃少的好了，串串。看起来很厉害，看起来就是猪血糕变成塞进那个肠子里面啊。它里面还会有冬粉，闻起来蛮香的。我自己很爱。上次 A 人说很腥，不会很腥啊。你有喜欢不腥哦？三爷妈，是的。完了，你那个剪辑是要把它剪回素材。是的。血糖挑战成功。我要爆料一件事。什么事？王德明跟珊珊刚乱丢垃圾被店家罚。他们不是乱丢垃圾，他们以为是公共的垃圾。对不起啦。然后我们就这样子，很可爱。难怪会被瞪。因为我们现在来到了明洞，然后哥哥就说我真的吃不下了，然后很犹豫，这是烤奶酪。你一直拍我吃东西的画面干什么、因为我们来就是要吃不同的东西啊。照片都让我当背景。你跟老板说什么我可以拿吗？他在拿那个没煮过。老板就吓到，我以为我付了他钱，然后大概30秒他没有回我，不然我是不是叫我自己拿？好糗哦。明洞好像西门町结合夜市哦。好吃。你逛了半小时，你看不懂，那你一直在里面逛干嘛？我想说，店员会讲中文，
然后你要问他，问他说你要什么？我根本不知道他。哎，你这样，这两个臭啊，有臭啊。臭！你个别的风水！这两个臭男人冻得快死掉了！就抱你们，打给你，你是不是没接？什么情况？我没接。开始了吗？各位，这个世纪大哥。他绕了一整大圈，然后为了学我们这三个笨梅啊，下雨了，好久没见到梅啊，带他们一起看一下汉江的风景，顺便学一波。我们要从明洞回去啊，现在绕了汉江，他开了汉江，然后沿着江，他一直超时，他的手机一直在上。如果这段影片你们看不到的话，那就是我们回不了家。对，你们逛一下汉江，我们明明就住市区，顺便给我走完快速道路。在哪里？大家在哪里？这边已经倒一个了。嗨，谁倒了？啊，这是新好吗？对啊。嗨，才刚到呢，炸鸡。对，怎么开始吃了？已经开始吃了，可以开动了。就是这样子，开完。晚安耶！来，一个人讲一下呀，今天在明洞干嘛？没干嘛。小江不知道在干嘛。吹风受寒。去年粉买奶。买什么？很多，你不要问。放代购。加班。化妆品、卖衣服、代购，孤单一个人，找厕所，陪朱迪买咖啡，晚安，明天见，明天再见，祝你愿意，明天，然后还说，没有他在的明天，明天，全是侥幸，总是我的事。今天就是要把我们全部打造成韩国高校生，但是你们知道外面真的很冷，很冷，好 Q 哦！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韩式的制服试穿，噔噔，哎呀，好像还没拜呢。您的同学已上线，你是班上的几号呢？我有预感，就是今天在换完高校服之后会出现昨天韩服的状态，他会开始讲说他们是班上哪一种同学。你拿电棒卷烫人吗？是下巴来了，你下巴吗？太多个了，那边有一个。柔姐已经用这个姿势在挑裙子了吗？我一直换，一直换。你们是不是游乐园？对不起，不是我每穿一个，然后他们就说这件怪，然后你已经在那边选两个小时了，每一个人都叫我换了。好啦，当服饰店在逛可以了。我刚刚没有记录到蔡蔡最真实的模样。他刚刚呢？来啊，来啊，你的腿啊！他刚说他的丝袜破了，有没有让你想要撕破他的欲望？有吗？狮子啊？有吗？狮子？欧巴的内裤破了，我可能会比较想要撕。欧巴，你的内裤破了。有吧？身上的服装完整的来run一下，大家帅帅帅！哎呦，梨花校服要转了，转了！哎呦哎呦，笑哇！五年来的第一狂飙在你身上，对，怎么样？怎样？阿明，他也要，学校被玷污了，真的不行。我们今天这么好看的梨花高校校服呢，还有我们的乐天乐园门票，都是在 Klook 上面购买得到哦。感谢 Klook 帮我们免费出了我们的制服跟门票。今天大家就是重返十八岁，好好的玩吧，解散！还记得拍一些影片素材给我。因为大家跟十八岁差有点远啊，不要再装了。哇，我们刚刚在拍 Reels 跟照片，但其实我们真的没玩游乐设施。
到现在一项都没玩。我直到刚刚吃了第一块鸡块，我才想到这是我踏入乐天乐园第一个吃的食物。哎呀，我都是敢玩这个。我们的第一项游乐设施吗？玩一项是一项啦。真的耶。拍照。说好的飞天车呢？这到底是什么？哲哲因为看到我们要搭那个小型的云霄飞车，就说你们玩就好了。但他等下会飞起来，这个座椅。玩下人的耶。哈利波特的禁忌之旅。哎呀，要一起玩游乐设施了呢！我的第一个人像，哇、哦，这是五岁小朋友才敢做的哦，没错，很可爱耶。可以，高明哲放我升级，叫我一下，叫一下。啊！现在哦，是室外的这个。我好紧张哦！真的不会可怕吗？不会啦。那你就不要是刚刚那个会冲下去的。不是吧？哎，我会生气哦。是啦。敢玩什么宠物？再还有一个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我就说我会怕了嘛。没了，就这样子。你会怕吗？我录了。哎，要下降，要下降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刚走来走去，一直闻到一个很浓郁的味道，我不知道是什么。那个浓郁味道是勾起我的性，是，我想错好不好？哒哒，我远远看以为他们是一个班级，然后发生什么事情，那种霸凌事件发生，然后他们围着一个人。刚出来走来哭了，我还以为他是坐游乐设施吓哭的。刚刚看他现在发烧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身体不太舒服，因为太冷了啦，我一瞬间太冷。没有，刚刚说。有人昨天晚上就是硬要开冷气，我们两个是想开冷气没冷气开，他那个饭店只要暖气了，有够热，我们还开窗户哎，闷到一个不行。都是他，因为他自己昨天穿那么少，他穿短裙穿一整天。对啊，一点也不穿外套。这就是你印象深刻的一趟韩国之旅吗？我会等的。Hello 大家，要发奖金的，发奖金了吗？跟你们说，记得等下回民宿的时候随便买一碗泡面哦。哦啊，就这样。颜色，他们在猜，他们在猜，我在猜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选了泡面，如果是他们等下选到泡面，他们就是第一名，又或者可能会10万元。所以这个奖叫什么？心心相印奖。谁要跟他们心心相印、啊？老板心心相印哎、欸。如果真的没人跟我选一样的呢？啊，就是跟你选一样的。那对啊，我也挑一碗，增加一个几率。但我觉得到我了就要扣一点。可以啊，但是如果连你都不对了呢？流标啊，没收啊，这代表他没有人跟我们心心相印。我说真的，我会选我真的爱吃，我不会故意刁难，然后选一个可是完全我也不想吃的东西。好，走，你现在专心做。嗨，大家，现在几点？10点。十点半，我们要干嘛？嗯。Shopping 买起来。回来饭店了，我跟你们说多夸张，你看一下他们去乐天超市买了这些东西，很夸张，好像在扫货一样，很疯哎、欸！他们行程拍法是怎么样？他们行程拍法竟然给我说早上7、8点，然后排到晚上12点，然后现在时间已经是11点半，将近12点，他们还在距离我们饭店还要40、50分钟车程的地方。他们回来，然后每个人在洗完澡要多晚？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奖金挑战赛明天再揭晓。早安。
那来吧，泡面选手。他们猜不到啊。跟蛮一样的。是吗？颜色吧。是吗？香香。是我第一天吃的。哦，第一天吃的吗？跟你蛮一样的。哎。口味。现在要放。太可爱了，心心相印奖有没有跟老板买一样的、啊？没人跟我一样的、欸，没办法了。第二选项吗？第二选项是我的三亚，但是这已经是二奖了。哇！不要留局了哦，保留。我们晚一点再来看看怎么样。我怎么知道？这就是最亏的。他就是那个二媳妇，他是二媳妇啊，把他赶出去，人肉街头的婆婆。然后他都叫不醒来，已经连续三天了，所以我直接把他赶出去。大台的九人座两台，我们大大的旅行团，哇！我们这边男女不均哎，拜拜拜啊！怎么了？有什么怨言吗？我会折磨他到死。出发了，听说我们今天要去的地方南怡岛，是不是？更冷，还要骑脚踏车。别闹了，我不在车上等你们好了啦。你有看过媳妇跟丈母娘之间的战争吗？你摸一下这个，我已经送破。我们到了第一站草泥马，草泥马公园。我要穿草马。你喜欢草泥马？很好。哎，蔡慧珍，草泥马会怎么样攻击人？你攻击嘉阳一下。买饲料。对啊，我来去采访一下被踢的人，怎么了？他刚才踢我，你看，我摸那个咖啡色，他很凶，我才摸他的屁股，正要想到他的毛，他踢我。那我要进去。你确定吗？对啊。我觉得好奇怪哦！哎，他其实长得很帅哎。他把整个盒子用倒，好可怕！你们摸一摸，然后等他踢出去。所以你家是有养羊驼？哪里吧你？你不要跟我讲话！你要喂 Judy 对不对？他怎么？哦，大家都在这边，他怎么会一直在路上？你在干嘛？他怎么出来的？误入歧途。怎么了？他吐他。你也别想逃。变会。我觉得好像妹子。蛮帅的。帅哥一个人吗？对，我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人啊。我不要。好粗暴。这样会辣一点，冷面。嗯，这不是我们的、啊，雨柔帮我们点的。为什么帮我们点？试试看。哇哇哇！哇，好香哦，你们这个辣的。哎呀，我可以来偷一口。耶耶耶！耶、yeah, yeah, 什么、啊？整个 vlog 都耶。第一时间他的反应是笑得超开心。你们会破他内裤啊？快了，我再给他三天。哥哥，你负责刹车好了。要，你负责刹车。对，我们。好扯哦，这台是1008哎。什么意思？怎么会那么巧？好恶心的巧合哦。真的很浮夸。我们不是在玩碰碰车呢。心碎到了，都是我的时间，不是时间。前面在干嘛？他们头会在摇哎。哇，这边好美。哇，好漂亮！我跟他跑就慢了，还要唱歌，蹦蹦跳。买完了，我们要来坐火车回家了。回家吗？回台湾了？
没有而且回头要连上两天班呢。啊，好可爱的车哦。叫浪漫列车，浪漫列车，浪漫列车还不是浪漫满屋？我们才嫌弃你耶，应该你先来啊！终于要鹿岛南泥岛，这刚睡醒的镜头就啪过来哦哦，帅的啦！它有两种方式哎，一个可以从那个滑索，没错，高空搭船只要十分钟哎，好美哦啊！你说谁？伟伟吗？我吧，好美哦，下船啦！只要每次有这种就是搭船行程，就会不免俗的想到淡水巴黎，可不可以把它加点梦幻感呢？就是会有一点想到啊。陈平，你去想加温。好。哦。干嘛？啊，没有，好无聊。拍到了。嗨，我没有骂脏话。你还重点是没有骂脏话吗 ？Nope。咦，他刚突然爆冲，你们知道这种动物真的我没有办法再靠近了，我要放大镜头。我看到我的鸡皮疙瘩哎。哦，原来南怡岛就是这一个有名的冬季恋歌啊。嗯，那我们有没有我现在想说，就是看这个影片的观众有多少人知道冬季恋歌这件事？没关系，他们不需要知道，你可以来一个皇室恋歌。怎么样？看吧。其实我也没看过啊，我只知道这个招牌动作是这样。哎，这怎么会那么臭啊？超级超级臭的，赶快走。是还要吗？还有。哎、欸，我最怕你的水就是个毒水。什么毒水？哎、欸，你喝水就不带水。我最怕你的两口水，然后就出事了。哦、这个水，我故意要保你。你要成功了，哇！上船喽！船来了。今天的一日包车行程结束了，然后我还把我的帽子放在车上了。就是你啊，就到处乱丢东西。没关系，我的帽子还找得回来。但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每次听到拍片，他们就乖乖站好这样子。对啊，我们好像什么乖乖班级哦、喔，就一个阵型啊。哇，不要啊，来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没有你们这部影片也很多后脑勺，好不好？请打开你们今天的荧幕使用时间。我先讲我自己的啊、喔，我今天总共使用了4小时15分钟。你们，啊，没有开哦、喔。哦，哇，自动淘汰，超可以。有一个16位的，你们要吃吗？哦，不要了。有人超过3小时以上的吗？举手，3小时，太多了吧？你们知道我们在玩啊？4小时以上的人手留着，还是很多。今天吗？对，今天的。不要看好意思。5.5小时以上的人手留着。哎呦，哎，再回去。他一直在玩游戏，6小时26分钟。6小时，那是 Line 跟 Instagram 跟谁啊？你在工作对不对？6小时7分钟，那你都开什么 App？ 因为我今天帮我放歌，跟帮我拍照。哦 ，YouTube、YouTube、Instagram、Line。今天用了几个小时？12小时58分钟。最佳边缘人，就是出来一直滑手机。昨天晚上我跟存活着的大家哦去梨泰院，看到我们家哲哲竟然在饭店大战病毒，也是病毒了一晚哦。睡觉的时候又反反复复，我一整天大概醒来7-8次吧。我每次全身剧痛的醒来。那也是因为这样子呢，我们今天没有跟大家团体行动，想让你稍微轻松一点点。那我就直接先带你去逛你想要逛的衣服，然后呢试你想要吃的东西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已经出境了，然后我们要然后回去了，有点难过，但是我还有一个奖金还没发。嗯哼，我目前累积的总金额就是噔噔噔噔噔。哦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去看一看谁猜的比较准哈。又追加一个战利品了，很可爱耶 ，Pokemon 宝可梦伴手礼。今天我们也有 shopping 了一下，我们就算今天我们买了几样东西，然后我们大家来猜总金额韩币。最接近的人直接获得10万，因为我到你们这还有一点时间可以逛免税店。3件帽T，3件棉裤，3双袜子，1个帽子，4件CK内裤，然后3件，知道了，然后宝可梦巧克力。那我要公布金额了。好，我们今天两个人的消费总金额韩元是627000，所以呢，我们恭喜 Niki 跟哲明，他拍手拍了3个月的。超不爽！那个
你知道我们的考试吗？机场快线考试的事吗？啊？怎么了？没有赶上，有没有搭车？不意外啊。然后幸好还跌倒流血。啊？他从手扶梯滚下来。有录到吗？没有，来不及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首尔五天四夜的员工之旅就到此结束啦，希望大家玩得开心，也希望各位观众看得开心。那我们黄黄的工作室，让我们单位有温度人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拜。四个不换。现在朱迪又进不了海关了，因为中前综合差太多。恭喜你，朱迪，你过了。